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，感谢所有为防疫努力的朋友们。台湾防疫 Number One， 从今天起，我们一起展开防疫新生活，心情放轻松，健康管理不放松，勤洗手，无差别戴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。台南市政府关心您。